像是一匹迷途的千里马，遇到你像伯乐一样给我力量，让我重新认识自己，就像是当初割破手腕热血死剑后，突然觉得生活充满意义。 Never forgot that I'm free. You're like a dream, my heart will go on. My baby 的时候，在陌生的街头，抬头看着繁星夜水的天空。 I know二三四，等夏天的秋天，等下个季节，要等到月亮变成你才会回到我身边，再见面没办法，还是想念，突然想看你的脸，熟悉的感觉。交手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。你在初一初二的懒惰会在初三全部还给你，不要以为初三逆袭还来得及，不是所有黑马都会逆袭。
有些学校成天盯着你穿没穿校服，戴没戴校徽，头发长不长，有没有手机，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抓，你不觉得有那么一点？有这样一种学生啊，他们既不是学霸也不是学渣，老师课上讲的问题他们能听懂，但是又不能全部听懂，作业他们会做但又不能全部会做，他们不逃课也不捣乱，考试会着急，总想着有所突破，结果总是三分钟热度，坚持不过三天，等成绩下来只能懊恼自己不争气。所以勤奋、重复、大量的练习是给每一个普通人成才的机会。